生活中，美国西雅图雷藏寺同修莲花童子本尊法恭迎生活中创办人无上法王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上师，众人虔诚合掌唱诵莲花童子心咒。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顶礼坛城，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二拜诸菩萨，嗡啊吽。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请仁波切及诸位上师上座，请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同门善信大德就座。
同修莲花童子本尊法开示，观想真我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焰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唵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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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行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玛哈修利修修利梭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唵瓦遮那当呵呵吽，南无萨曼多摩德兰，唵嘟噜嘟噜得维梭哈。念招请咒：唵啊吽梭哈，唵啊。吽梭哈，唵啊吽梭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主尊，南无莲花童子。同修主尊，南无莲花童子。同修主尊，南无莲花童子，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报身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一起说：大曼达供养，首节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祖尊莲花童子，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中共龙天护法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唵萨瓦达他嘎达伊达姆咕噜那那面刹那康里里耶达耶密。
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披甲护身，所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嗡波利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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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利兰遮利。念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足盖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产狮子游戏佛，宝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衔接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胜佛，百亿金刚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王神通烟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无数精进保守佛，下方善继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朱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及在虚空中，此由于一切众生各领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亿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圣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昼夜，尼婆尼婆得，求呵求呵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成得，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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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离婆离婆地，求婆求婆地，陀罗尼地，离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伽地，尊林成地，娑哈，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力摧折。会度生欢喜，死者变成佛。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妄说。高王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佛。诸佛语不虚，是故应顶礼。持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专攻受持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高王观世音经中，念七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当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当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当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当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当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当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悉当婆比，阿弥尼陀毗迦难帝，阿弥尼陀毗迦难陀，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尼娑哈。首节莲花童子手印，先观空，念观空咒。Om Sopawa Sutta Sawadama Sopawa Suttu Hang Om Sopawa Sutta Sawadama Sopawa Suttu Hang Om Sopawa Sutta Sawadama Sopawa Suttu Hang 观想一个湖，光明如镜，湖的中央现出一座高山，山之顶有一莲花座，莲花座上有一个种子字 Home 字， Home 字旋转化为根本上师大白莲花童子，站立于莲花座上。大白莲花童子相貌庄严，圆满如佛，天衣飘动，身放百宝光明。在上师的右边有过去十方诸佛，在左边有一切菩萨、圣贤、真伽，而历代祖师又沉沉地围绕着。在法座之下有四大天王及护法，
观想上师之天心部位，嗡梵字，放出一道强力的白光，照射行者的天心。这是大圆净智光，使行者之五蕴及第八识化为无形。上师喉部啊，梵字，放射一道强烈的红光，照射行者的喉部，把行者一切贪性欲念化为无形，变为大智慧的光明。上师心部吽梵字，放射一道强烈的蓝光，照射行者的心部，调伏行者的痴性，化痴性于无形。在观想上师及三宝诸尊，同放五彩光明照住了行者的全身，而行者之恶业罪障，一切无始之障业，全化为黑气，由毛细孔蒸发出去，在大气中消失。行者全身纯白透明发光，得清安。再来观想莲花童子住在自己头顶梵穴，自身中脉心轮莲花开放，莲花上有一月轮，月轮中有种子字吽字放光。观想莲花童子在头顶变成一粒米大的光珠，从梵穴进入自己中脉，顺了中脉一直降到心轮，坐在心轮的莲花座上。莲花童子在自己的心轮莲花上上渐渐地变大变大，变到同自己完全一样大，观想自己变成本尊一模一样，自己就是本尊，无二无别。持莲花童子心咒108遍，先做念珠观想。持咒：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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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Om Guru Nie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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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Nie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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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Nie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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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heng Siddhi Hum.
Om Guru Nien Sang Siddhi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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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Guru Nien Sang Siddhi Hum做九劫佛风入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tho L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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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o Ye Soha Om Jali Juli Jun Thi Soha Om Jambala Chanang Chana Ye Soha Om Ahom Bez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Pe Ahu Sasamaha Lien Sheng Siddhi Hum Deyata Om Bekatsaya Bekatsaya Maha Bekatsaya Naja Samo Kadehe Soha Namo 36万亿10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36万亿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36万亿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持祖瘟疫度母心咒21遍，持咒。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Om Dara Du Dara Dura Namo Hara Hara Hum Hara Soha 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德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命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送长寿佛心咒108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持咒 Om Amarodi Juvanti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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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arodi Juvanti Soha
Om Amaroni Juan Di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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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aroni Juan Die Soha
Om Amadoni Zuan Diye Soha Om Amadoni Zuan Diye Soha Om Amadoni Zuan Diye Soha Om Amadoni Zuan Diye Soha回向，恭持莲生圣尊法，真佛一派即众生，一座即生双莲池，十八莲花来化生，无上稀有大秘密，我今修持普供养，发大身心誓愿力，愿我早登此佛地，祈求圣尊加持力，赐加灌顶莲华生，广大圆满得自在。自度度他到佛地，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摩诃双莲池莲花童子，以莲花的净光加持护佑圣尊常住世间，佛体强健，精气神十足，欢喜自在，法轮常转，真佛密法永续十方。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作总回向。一心敬礼莲花童子，莲花童子见金仙，落花虚空左右旋，惟妙天音云外听，尽说极乐胜诸天。敬礼莲花童子，祈请莲花童子大转法轮，祈请莲花童子放大光明，祈请莲花童子降生度众。请接引有缘中阴往生清净佛国，祈请消除瘟疫，除灭冠状病毒，祈请消除众生的病业。大福金刚莲花童子，
请示于众等资粮具足，品事宜智慧圆满，品事宜敬爱圆满，品事宜降伏圆满。莲花童子，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请加持修行得力，任运自在，光明显现。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让灾难退散，恶业退散，瘟疫退散，新冠病毒退散，怨敌退散。问共念三遍百字明咒：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扎卓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诺拉多美巴瓦沙瓦哈西迪美布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美吉达姆悉尼仁古鲁吽哈哈哈哈和班卡文沙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只宗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诺拉多美巴瓦沙瓦哈西迪美布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美吉达姆悉尼仁古鲁吽哈哈哈哈呵班卡文沙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只多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诺拉多美巴瓦沙瓦哈西迪美布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美吉达姆悉尼仁古鲁吽哈哈哈哈呵班卡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阿洪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
毁天心善引，是平等于其手。念圆满咒。Om Bling Om Bling Om Bling Om Mani Padme Hum。 让我们一起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请大家一起先观赏由真佛波业藏团队所制作的一段影片。新冠病毒肆虐，变成了人世间所有日常生活的紊乱。我卢师尊在疫情开始时，每天晚上在美国华盛顿州雷蒙市的南山雅舍，我每晚修一坛法，主要是超度因新冠病毒而逝世的人。我的观修是这样的，在法座上心气合一，我的本尊出现，三光加倍，我自化本尊，阿弥陀如来是我，我是阿弥陀如来，无二无别。右手结说法印，左手结语愿印，结语愿印的时候，手掌展开，有一艘法船从手掌滑了出去，法船是黄金色，扬帆待发，御风化大，由一变十，由十变百，由百变千，在大海之上，千艘法船一一罗列，实在非常的壮观。这时我的三本尊出现虚空中，以大威神力仙王，以如来实力佛王，以大愿法力帝王，设招因新冠病毒而逝世的中阴身，乘坐在法船上，以净光照耀中阴身，是令身心清净，以神通设法船，由海面飞起，上升到虚空之中。这时由三本尊引导，将千艘法船航向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我念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咒。Om Mani Padme Hum。 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我修完法入三摩地，在我初定下座的时候，有一声音告诉我，你下一本书书名就叫千艘法船，苦海常作渡人舟。于是我有了一个灵感，第二八三文集书名是千艘法船，书中载满了渡人的法句。的法句，全书就是在实现作者莲生活佛广度众生的誓愿。而作者在2007年12月有一幅画作《三圣佛法之喻》。所谓三圣，即是佛教在比喻载运众生度越生死到涅槃彼岸的三种法门，
而这三种法门，根据莲生活佛讲授密宗道次第广论时，他解释三圣是根据行者根器而对应的三种不同修行，包括了小圣、大圣、密圣。由莲生活佛创作的这幅三圣佛法之喻，画了三艘大、中、小不同的船，意喻其广度不同根器众生的宏愿。此与千艘法船有着相同的含义，因此本书就以这幅画作为封面。同时为呼应书中法船是黄金色，封面制作特别不计成本，选用会有点点红光反射效果的烫金处理，让法船不只是有着黄金色的外表，反射的红光更象征法船蕴藏着无量佛力与微光。敬请期待即将于2021年5月13日全球同步发行之《莲生活佛卢胜彦文集》第283册《千艘法船，句句法味》。书中篇篇文章写着渡人的法句，都在警醒世人身在五浊恶世中如何获得救度。此外，书中还附赠专司财宝赐资粮的长寿仙女名冠勇复制画，请不要错过阅读这本书，您能获得救度又能获得资粮的机会。感谢郑和伯业藏所制作的这么精彩的一段影片，我们都非常期待师尊的第283册《千艘法船》的文集。啊，师尊很慈悲，不舍一个众生。师尊每天晚上呢都在做超度，啊，有师尊，众生才有福报。弟子们永远祈愿师尊开心自在，永远健康长寿。谢谢师尊。敬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世莲九法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世尊莲生活佛请法，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16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基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莲花童子，师母丹真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愛してる。謝人へ。オーラミコ。ケケロムチョ。すごい。一番。気持ちいい。ジュミ。ヤピ。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ばんは。今天晚上我们是修莲花童子。那么莲花童子呢，所有人都知道莲花童子就是莲花童子。那是在我26岁的时候，那么得到了感应，在虚空飞行的时候，瑶池金母跟我说：“你就是莲花童子。”那个时候呢，我就到处去找莲花童子。就找了半天没有人认识，请教了很多的法师，那时候在台湾有名的法师，请教很多人，没有人知道莲花童子。后来既然是那甘肃兰州大学，他们有敦煌研究，研究这个敦煌石窟，敦煌石窟，敦煌研究，里面居然有莲花童子研究。是梅兰腔啊，这个兰州大学，甘肃兰州大学居然有莲花童子研究这个专门的科目啊，非敦煌石窟里面居然雕有瑶池金母东华帝君莲花童子三尊在一起。所以给我开天眼的是瑶池金母。那我自己到今天呢，26岁到今天77，你看多少年。瑶池金母讲你要度众生，结果就是这样子。
以后就发现很多莲花童子，像白莲花王、香巴拉国第二位代种王，就是白莲花王。以后呢，在密教的祖师，藏密的祖师，就是莲华生，他在莲花里面化身的莲华生大师。童子两个意思就是大师的意思，就是大师。莲华生大师就是莲花生的童子。另外有宝义童子、宝上童子，都是莲花童子。从此呢，这个莲花童子还有十个战绩。莲花童子有十个战绩，在唐朝的时候就有这些唱出，有一些童子唱出莲花童子的战绩。那我刚才也讲了这个一个记，就是莲花童子见金仙，落花虚空左右仙，微妙天音云外听，尽说极乐胜诸天。原来莲花童子就是阿弥陀佛所化出来的，在极乐世界的双莲池化身的十八大莲花童子。另外还有很多的中莲花童子跟小莲花童子，像一个王国一样，敦煌石窟里面每一个窟都有莲花童子。啊，就是这个根源，所以有真佛世界。那要说法之前呢，就先讲一个笑话做引子。有一天，全家人一起吃饭，那个妈妈就是突然交代后事，她讲，我往生以后不用坟墓，也不放在庙，把骨灰找个地方撒一撒就可以了。大儿子讲，我会帮妈妈选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二儿子讲，树葬好像也不错。大女儿讲，我觉得大海也很浪漫。这个媳妇讲，大家还是听妈妈的吧。这个老妈讲，我认为撒在 Costco 最好。
因为你们一个月至少会去两次，拎桌嘛比较方便看到大家。这是最新的想法，把骨灰撒在 Costco。哎，这个笑话不好玩。老公对老婆讲：“老婆，老婆。”我刚去买了15块钱的水果，老婆问，然后呢？老公讲，给了老板100块。那个老板呢，突然间脑筋秀动，找了我95块。你说他笨不笨呢？老婆问。那水果呢？老公回答：“忘了拿回来。”所以凡事不用太计较。心放宽最好啊。这个现在进行你问我答。在中国的莲花几何问的，师佛阿弥陀佛，一报父母恩咒出自哪里？是否与阿弥陀佛有关系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普陀金刚是瑶池金母的愤怒身，又为何金母坐在虎背上？这其中有何因由？请师佛慈悲解惑，感恩。这第一个问题，我曾经这样子讲过啊，我深深知道报父母恩咒，南无弥利多多波玉说哈，假如在七夜之中每日持诵49遍。可报父母之恩，这是一个方便个人修持的方法。因为宜兰盆法会，若一人一家去做，无人发挥得起；和众人之力去做，发挥少，收益是一样的。若穷苦人家无力参加宜兰盆法会，我劝他每日持咒49遍，农历七月之中日日行持，报亲一度音照样得成就。这是万家生佛，功德非常之大。这个报父母咒的经典出处，一般认为出自《佛说宜兰盆经》，见《大正藏》第16册 ，Number 06A5。实则出自北宋。玉容佛说宜兰盆经书
孝恒超见一，还有见万细藏第二十一册 number 375B。后来举行盂兰盆会，念诵《佛说盂兰盆经》，时常会在末尾处上报父母恩重。那就是三个经典。那现在考大家哦，离离法师，这个报父母恩咒出自哪个经典？刚刚讲的是没错啊，那你也要讲一遍了。啊，忘掉了，三个字的，你忘掉了，因为我看见你在打瞌睡。盂兰盆经啊，师尊也一样打瞌睡。我在这坐这个法座上面，没有一次不睡的。谁在这个法座上面放了瞌睡虫？我坐在上面呢，精神本来很好的，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啪爬进来，爬到我的鼻子里面，我就打瞌睡了。所以打瞌睡没有什么罪，不过还是要听啊。反正我打瞌睡的时候，大家一起打瞌睡；我清醒的时候，大家一起清醒。好了，《中国莲花记和问》这个虎陀金刚是金母的愤怒身，又为何金母坐在虎背上？这其中有何因由？请师父慈悲解惑，感恩。我告诉大家，瑶池金母的愤怒身是虎陀金刚，但是坐在他背上的瑶池金母也是虎陀金刚。瑶池金母跟虎陀金刚是合一的，啊，我们这里有一尊这个虎陀金刚啊，虎陀金刚啊，我们那里有一尊虎陀金刚，那他就是很疑问，既然那一只老虎是瑶池金母的化身，为何瑶池金母又坐在老虎的上面？他的疑问就是这样子。你把它分成二，我把它合成一，就是这个道理。啊，例如我们常常讲这个师尊，卢师尊。那莲花童子是卢师尊，卢师尊也是莲花童子，二合一。还有三合一的，
我们讲大力金刚，大力金刚有瑶池金母，有莲花童子，还有哪个？地藏王菩萨，还有呢？还有大力金刚本身也是，合起来就是四合一。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大威德金刚、文殊师利菩萨、大威德金刚也是二合一。另外还有好多尊的佛菩萨都是合身的，所以虎头金刚是瑶池金母的愤怒身，瑶池金母又坐在虎背上，这其中的因由就是二合一，是合起来是一。讲一句更加让你惊讶的话，所有的众生都是佛，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我们其实都是佛本身的应化身。啊，在密教里面呢，经常把本尊放在头上，把上师放在头上，把护法放在头上。啊，观想你的本尊在你的顶上，然后进到你里面，观想护法跟你合一，观想根本上师跟你合一，观想金刚萨埵跟你合一，观想本尊跟你合一，观想护法跟你合一。这个分开则二，合则为一，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跟莲花集合讲的，中国莲花集合。United States American 莲花纯见问的，顶礼师尊，请问宝瓶器吸入池，丹田鼓起还是内缩？有需要吸气时丹田内缩的时候吗？入定时还有呼吸吗？气住停，气住也就是停止，持气是在吸气后还是呼气后？呼气后，感恩。莲花纯见问的，宝瓶器吸气时丹田鼓起还是内缩？我告诉你，有鼓起也有内缩。吸进去的时候大部分有气进去会鼓起，但是你持气的时候要提纲，就变成内缩，对不对？你吸进去的时候啊，肚子有鼓起吸气嘛，但是你要持气，也就是要闭气啦。啊，当然你就要内缩，对不对？要提纲啦，提纲就是内缩嘛。所以呢，
吸气时，很多人认为是内缩，其实是丹田鼓起，但是马上要提肛，上行气下压，下行气上提，就是内缩。吸气时丹田内缩的时候吗？没错，因为你要持气，所以要内缩。入定的时候还有呼吸吗？入定的时候还有呼吸，那是入三昧地，不是持气。持气的时候就没有呼吸。啊，持一分钟、两分钟，持三分钟，都是持气。持气就没有呼吸。除了持气以外，你都要呼吸。你入定的时候没有呼吸，就业务，就带一万带。大家都跟你协助定的时候没有呼吸，就哦带，就通通都死了。哪里说入定的时候还有呼吸吗？难道你入定的时候是不呼吸的？入定要多久你知道吗？最起码五分钟，有到25分钟就很厉害了。入定的时候，我入定了，从2点的时候入定，晚上2点入定，到了4点才醒过来，一共入定了2个小时。有时候你看虚云老和尚入定多久，他在煮鹅啊，鹅啊，鹅啊，鱼头啊，他在煮鱼头啊，要吃鱼头，他在旁边说啊，反正鱼头还没有熟，我就入定一下。一入定，他醒过来的时候啊，那个鹅啊，那个鱼头啊，就生锅。多久了？他入定多久？鹅啊生锅。长菌啊，长那个菇啊，嗯，那多久了？花梅，你看多久？所以那个虚云老和尚在泰国入定10天，轰动整个泰国。连泰王都来跟他顶礼，他入定10天呢，在泰国，他到泰国去入定，坐在那个虚云老和尚，在泰国，他救过师尊的，师尊弘法性主之眼的时候，他在天上，这个手啊，穿过所有的云。一直蒙到我的顶，然后我在家里穿过我的那个屋顶，我在台湾的时候穿过我的屋顶，蒙我的顶。我已经2年没回台湾了，差不多2年了，5月嘛，5月我回来嘛，哎，经过2年了，2年没回台湾了。我的家乡在台湾，我就想起家乡那条歌，想台湾吗？想啊。那新冠病毒，你看很大的变化，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玛拉说，牛羊满山坡，
都是因为菩萨保佑的。蓝蓝的天上白云兜兜，美丽河水泛清波，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留下那动人的歌。Om Mani Mani Padme Hum Om Mani Mani Padme Hum Om Mani Mani Padme Hum Om Mani Mani Padme Hum。想起家乡，当然就想起台湾雷藏寺，想起台湾的同门，想起东南亚的同门。两年呢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莲花纯见问的这个持气的时候是在吸气后还是呼气后，他问了是在吸气后还是呼气后，当然是在吸气后，吸完气后你持气，等到你气持气不能再继续持的时候，就是把气呼出来嘛。这是 United States American 莲花纯见问的。再来，这个中国莲花海龙问的。最近梅兰腔兰的弟子都跑出来。中国莲花海龙问：一心顶礼师尊，请师尊解答弟子修法的两个问题。一，弟子一开始修金刚心菩萨法时，感觉法流从头到脖子咕噜咕噜流住，现在法流变成从头顶直接流通到心里，是不是代表中脉有点通了？是不是代表中脉有点通了？他修金刚心菩萨法的时候感觉法流从头到脖子咕噜咕噜流入，还有声音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是肚子饿吗？就是很好，还有接受。一般来讲，我们修金刚心菩萨法的时候，你有接受法流从头到脖子流到脖子，这个就是一种接受，一种接受啊。法流进到你身体里面，你会有感觉，这个就是接受。那么现在法流变成从头顶直接流到心了，这个就是增长，增长法流，你从头顶到了脖子，到了喉轮，现在能够到心轮，
再来法流到了脐轮，到了密轮，到了全身，就是叫做增长，增长，也象征你的中脉，也象征你的中脉，真的法流能够进入中脉，一直到了心。啊，我们晓得是增长。我记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讲现在全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经济。每一个国家都在追求经济增长，每一个国家都在追求经济增长。经济呢，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强还是弱。由经济可以看出来它的军事、它的政治。政治跟军事全部都是由经济，我讲经济增长。世界各国都在追求经济增长，哪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哪一个国家就是强国。现在中国大陆最主要的，以前呢，很多人都讲这个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啊，这西方国家大部分都是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那么其实那个邓小平讲得很好，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他抓的是什么老鼠？邓小平，经济就是老鼠，所以朝这一条路走，你经济增长就是国家一直在进步，国家一直在进步，在增长，在强壮。哪一个国家经济弱，它就是小国；哪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就是强国。你看那个川普，他打贸易战就是为了经济增长。你看这个印度的莫迪，他也是在追求，他因为他原来的家乡是由他来主持，他把家乡弄得经济增长，所以他才选上了印度的总理莫迪。日本也是在追求经济增长，你知道以前的那个安倍晋三吗？安倍晋三，他有安倍晋三的经济学，也是经济。日本也是为了经济，韩国也是为了经济。为什么叫亚洲四小龙？新加坡、日本、韩国、台湾，为什么叫亚洲四小龙？龙什么龙？经济增长，那时候四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以才称为亚洲四小龙。现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全部在发展经济。哪个国家强，大家看经济，其实拼的就是经济。你看我们修行人莲花海龙，它主要就是你的法流从这个顶到喉轮，顶轮到喉轮，从喉轮到心轮，
就是在增长。将来你修行到了寂轮，到了逆轮，到了前身，你就知道了。你就可以二合一，那时候的灵觉，那时候的觉受，那就更殊胜了。这个我们讲道果也是讲到这个增长，讲到增长，所谓的净分，什么叫净分呢？你清净了几分，叫做净分。你清净了十分，那表示你完全清净，身口意完全清净，你的成就很高了。你清净才一分，那才开始呢。一地菩萨出欢喜地，出欢喜地，欢喜地的菩萨是一地菩萨。那时候你清净一分，你打开一个轮，就两地，就是净分，就是两地。打开了五轮，就是净分十地，到达净分第十二地半，第十三地就是五方五如来。第十六地就是本初佛阿达尔玛佛普贤王如来，就是以净分增长来分菩萨十地。这是解答中国莲花海龙的问题。第二个，他问不修法的时候观想活菩萨在虚空中放光加持，有能量从头顶进入，这个能量也是活菩萨的加持吗？没错，你观想活菩萨，感觉受到有能量进入你的身体，就是活菩萨加持。没错，这个观想很容易啊，这个一做，这个法流就进到身体里面来了，法流进到身体里面，全身里面来了。你要能够观想，就有法流，就有能量进来。你至少要修到这样子，修到这样子的举手。你只要眼睛一闭一观想，马上有法流进来，进到你身体里面。哪位举手？莲忘会不会？莲忘上师、啊、有这样子啊。 OK， 人家敢讲他有，这就是真实的、啊，真实的接受嘛。你能够一闭眼一观想本尊，那个力量就从你的头顶进到你的全身里面来、啊、那个法流就进来。你跟他讲，莲花上师讲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至少你要修到这样子、啊，到时候你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啊，你要离开了，
你眼睛一闭，一观想你的本尊，你的这个身上的心气，什么叫心气？就是你的佛性，也叫做你的中阴，你的灵魂出了这个顶窍，一出气马上看到本尊了。最起码的程度，本尊一伸手就把你接到他的净土了，你就往生到净土了。你能够变化成为本尊更好，你的心气就直接变成一个小菩萨，从顶窍出去你就是菩萨了，你直接成佛，不用人来接，那更高明了。或者你红光化身，你的心气就变成一道红光，升到天上，就回到你的本地了，你就成佛了。这光就出现了，所以红光成就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的心气已经变成一道彩虹光，一出来非常光灿灿的升入到虚空之中，回到本地去，这就直接成佛了。这要本尊来接你的，要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来接你的，那是次等成就。正等成就，你直接就成佛。这个孙女问爷爷，孙女讲：“爷爷，穿迷你裙影响健康是真的吗？”爷爷讲：“可不是吗？你看，站在那里穿迷你裙的小姐，她只要换一个姿势，我的血压立刻就往上升。”我告诉你，我们行者到最后看到穿迷你裙的小姐，等于没有看到，那个才是成就。一样，你觉得很漂亮，没错，穿迷你裙的确，你看那个电视的那个播报员主播啊，越穿越短，也那些主播啊，现在越穿越短。这个我现在不知道电视台哪一个。这一个先生打电话给老婆讲：“亲爱的，今晚不用煮饭，我会从二老婆那里带晚餐回家。”先生回家敲门，他的老婆开门，结果先生记得最后的一件事是一顿狠打。现在先生在加护病房，二老婆是一家餐厅的名字，有附带图 The Second Wife Restaurant 在美国有二老婆餐馆 The Second Wife Restaurant。
香港有吧？香港有二老伯有没有？二老伯餐馆，所谓老伯不要误会啊。我现在讲一点道果吧，哈。复次，以功德之概念而分，依立五智之观点，体验寄生智乐空接受时，明白诸法不生之体性，为大圆净智观点。证悟一切轮回涅槃平等性者，为平等性智慧观观点。证悟世俗之衰达菩提心不失，为妙观察智观点。以真如本自力承办，为成所智观点。以无分别意而为法界体性智观点。诵中以以等日而列说，又随顺世间法而记之，以寄生智中依立无所应之观点。在寄生中，以不触彼分别者为婆罗门女观点，以分别中不触此寄生者为补结薄观点，自相续中以别转变大乐者为无女观点。他一切转变成大乐者为疏宁观点，以猛力斩断有相及分别者为单陀罗宁观点，三身五智五蕴者共十三种观点。复次，其中一例十一种哈古拉之哈鲁嘎之观点，当其实中一切色中现起空乐为色哈鲁嘎，哈鲁嘎如是一切声香味触法中现起空乐者，一一其名而称为哈鲁嘎。这里讲，我们讲这一段的大意。其实也有五种的智慧观点，五种智慧观点，我们知道的法界体性是最高，法现体性是最高，就是法界体性智的观点。然后呢，大圆净智的观点，大圆净智的观点，平等性智的观点，妙观察智的观点，另外成所作智的观点，其实跟五轮有关嘛，跟五轮有关嘛。毗卢遮那佛法界体性智，妙观察智是阿弥陀佛，不动佛阿出如来，是大圆净智，宝生佛是平等性智，平等性智，再来这个不空成就佛成所作智，成所作智，这五个智慧
安住在五个地方，五佛，毗卢遮那、阿弥陀佛、不动佛，就是阿出佛了，在宝生佛、不空成就佛，代表着五种智慧在你的身上。五种智慧在你的身上，通通有这个五智，五智的灌顶。这里面有五智的灌顶，另外还有五蕴的灌顶，五所蕴的灌顶。五所蕴一般来讲起来就是五种事业所蕴的灌顶，五种事业所蕴的灌顶。事业所蕴，也就是说配合了五佛五蕴，五佛五蕴的灌顶，另外还有三身的灌顶，就是报身佛灌顶、应身佛灌顶，就是应身佛就是法身佛，你看化身佛就是化身佛，另外还有法身佛的灌顶，就是三身五智五蕴，共是三种灌顶在这里面。这里面的大意讲给大家听，讲给大家听。还有呢，十一种哈鲁嘎，哈鲁嘎就是愤怒尊，愤怒尊的灌顶，其中呢现起的，从色中现起的，其实色声香味触法乐，色声香味一一其名而称为哈鲁嘎。其实这个都是成佛的元素，成佛当中的元素，元素在我们身上都有。讲到内法里面来讲起来，里面内法里面在我们身上都有。你开了啊，五轮开了哪一个轮，你就证到哪一个智，证到哪一种智慧。你依五种五蕴也一样的，它有最高的，也有最初的。最高的就是单陀罗尼灌顶，最高的，一般的，最低的是婆罗门尼灌顶。这是五种事业所蕴，五种事业所蕴。那这五种事业所蕴的灌顶当中，是给女生灌顶啊，五种事业所蕴是给女生灌顶。分别五种，五种事业所应。那最上面这个，就是五种智慧的灌顶，五种智慧的灌顶，五种智慧灌顶。那这它代表什么呢？五智的灌顶，体悦寂生自乐空觉受时，明白诸法不生的体性。是大圆净智的灌顶，这个很高啊！大圆净智的灌顶，这个也是很高的。证悟一切轮回涅槃平等，你能够体会到轮回跟涅槃平等，就是无住了。我不住轮回，也不住涅槃，你住哪里，住哪里就是哪里。这是平等性质的灌顶，平等性质的灌顶。什么是大圆净智？你已经体会到生就是不生。你现在像现在师尊是生，你体会到不生吗？生即不生，你根本不在娑婆世界，你在哪里都是，你在哪里也都不是。这个就是生即不生。
你不过是在随顺众生，随顺随分随缘，这个就是生计不生，生计不生，这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你哪里都不住，不住在涅槃，也不住轮回，我住哪里就在哪里，这是平等性智。啊，什么是妙观察智呢？你能够知道世俗的一切，也知道天上的一切，更知道佛菩萨缘觉声闻的一切，这个是妙观察智，你的菩提心都永远在的，这是妙观察智。以知真如，以佛性，一切承办，承办一切的，也就是成所作智的，到了最高叫无分别异，就是最高了，法界体性，这是五种观点，跟大家这样子解释应该可以清楚了，啊，应该可以清楚了，你有修的，有修有证的，通通都明白这个，无修无证的讲了半天，这个就要一个一个大圆净智就要讲半年，平等性智也要讲半年，妙观察智也要讲半年，法界体性智也要讲半年，啊，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法界体性智，通通都要讲半年，讲半年还不一定懂。另外五种分别五种你的，就由这个智慧又分别五种你的，五种你性的这个观点，事业手印，然后再加上你的色声香味触法哈鲁嘎的观点，所以这个都可以变化的，色声香味触法啊，虽然是属于好像是说六根啊，这个有是六欲，六欲六根六识，就是由这些来变化成为哈鲁嘎，由这些来变化成为哈鲁嘎。那这底下还有解释，啊，这个刚刚我念了衰达，其实不是，是滚打。滚打就是藏语，滚打菩提心，滚打菩提心，滚打就是菩提心的意思。这底下有小字的这种解释哦，好多种解释。另外有哈鲁嘎的解释，还有世间无你，五种你的解释，五种你的解释。告诉大家，解释真的是很多。你知道为什么牛排跟羊排不讲话吗？小孩子回答，因为他们不熟，还没有熟，熟了就会讲话吗？这位厨师跟小孩子回答，错。
因为牛排跟羊排都不会讲话，各有解释，不熟当然就不会讲话。而羊排跟牛排哪里会讲话？牛跟羊可能会讲话，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会讲话。这变成牛排、羊排，当然就不会讲话了。各有解释不同啊，因为各有解释不同，就有很多的分别。昨天一个女生，昨天心血来潮，站上了体重机，高兴的跟男朋友讲：“哦，瘦了一公斤。”这位男朋友竟然讲：“亲爱的，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化妆。”一公斤的化妆品，那化妆有一公斤的化妆。哎，有哦，包括假发，假发很重。包括假发，你这个眼睫毛，还有这个涂了好几层的粉。你看过日本的艺妓吗？日本的艺妓那个脸，阿妈喂，这么厚白白的粉涂了这个样子，这边点两个红蛋。啊，日本这个表演艺妓就是这样子的，但那个粉刮下来结合起来，再加上头发，这样哎，真的是差不多一公斤了。这个笑话不怎么好笑。小时候写作文，题目是“抢救亲人”。老师就问了小明：“你的作文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小明回答：“抢救亲人是很紧急的事，怎么能够停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五月二日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在彩虹雷藏寺主持慧济金刚护摩法会，讲授道果即次授慧济金刚法灌顶，详情请参看彩虹雷藏寺网站。彩虹雷藏寺最新通告：即日起，凡是已经接种全剂量 COVID-19 疫苗的美国国内同门，周日前来参加护摩法会时，仅需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即可，不需要再提供阴性新冠病毒检测的报告。尚未完成全剂量接种 COVID-19 疫苗的外州访客，仍需提供在西雅图地区检测的最新阴性新冠病毒检测报告。国外来的访客，无论有没有接种疫苗，都需要提供在西雅图地区检测的最新阴性新冠病毒的检测报告。但是呢，还是要填写健康声明卡，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及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谢谢大家。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
请大家起立做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二拜诸菩萨，嗡啊吽。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四平等一起手。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感恩师尊的大加持，感谢师母、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同门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网络直播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 我们现在恭请师尊为大家。